就是每一个念头起处，它就是照现感受的情境，不是离开念头起处有一个照现念头的感受的情境。为什么他能够在心中虽然未证，可是他心中却能够明明白白？因为他心里面刚刚讲的上气十方如来本妙觉心，如是心中的志向，这个志就写一个大事的事，下面一个心，这个志向心中不昧的关系。一旦要心中不昧，每一个念头起处，纵然你还未证的大觉心体，但你已经不是躲在感受的沉闷，你已经多分，已经体会到是在觉体的角度上看一切感受的清明，你已经在如是受训了。所以当你要是明白一点，是在觉体上能够看到感受的清明，那你当然就知道是什么，那就叫做如来悉知悉见。你未证但有一念缘念觉体，那念觉体就叫如来，你都能够看到一切感受的清明。何况你当然知道觉体若是将来证得时，那大觉心体当然知道一切悉知悉见一切众生。你要怀疑如来不能悉知悉见一切众生，为什么如来悉知悉见一切众生？因为这一念觉体现前处就是众生。当你要不昧觉体时，觉体所现的众生那是悉知悉见，那就是一体的悉知，一体的悉见，那叫如如。镜子照色之时，你要明白镜体，镜体就是悉知悉见一切净色处。那这个悉知悉见不是在净体以外有一个净色可以悉知，有一个净色可以悉见，有一个净色可以悉知悉见，那都叫做什么？都叫众生狂想语言，那绝无是处。何以故？因为它根本二法故，它如何悉知悉见？我所谓的二法是众生堕在那妄想的这种分别以为是二，用众生的语言以为是二的那个二，那就用你的二来破你，真的是二，它怎么能悉知悉见？佛门之中讲的二，是他永远告诉你，他从来不昧于觉体嘛。一切法中都是唯心造，就算你觉得是二，都是一体能够担当的心二。一体担当的心二分别时仿佛有二，但是你为什么能够清楚分别一切二相？能分别能清楚的绝对不是二。那所分别所呈现的一切二，也没有离开过能分别的清明流露出的出现的，那叫解空跟善现。所以你要是真明白如是道理时，你当然相信就在觉体上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为什么叫得如是无量福德？你再看到感受时，我刚刚讲的行者虽然是上气十方如来本妙觉心，只是上气而已，他都还有如是心中的体会了。当他有一点心中如是的体会，将来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感觉现前处，他还是那个只是堕在每一个差别不断随他流浪的那种损福的业障吗？当然不是。什么叫损福？就是念念被觉，念念不能做主，念念受其受一切感觉的束缚，那叫损福。你已经不是了，所以不管你现在念头是好是坏，你反而会站在任何的觉体如来的角度上看一切念，他不但能够看一切念不随念头转，而且那一切念头还反而转回如来体。纵然你说是黑是种种差别相，说差别都是增益你在觉体上在如来体上的担当，叫做福德，那是无量福德，那是直向的增益。决心就是如此，当你能明白一点决心时，不必跟你讲那一些其他的杂秽语言，什么如何在妄念上如何放妄念呢、如何去断掉妄想呢？你要不认觉体，你说要断掉妄想绝无是处。你但要知道是觉体，妄想又何必让你去念念之间心中系的它在上面，系它在它上面说断与不断的，还真有烦恼可断，那叫头上安头。所以自古以来佛门大教直下就告诉一切行者，念念还本，念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叫发菩提心。